最近從事建築的城市研究學者何尚恒，好幸運地收到一批非常珍貴的舊樓書，當中包括荃灣人熟悉的天色店、灣景廣場、海濱花園等等。今日 Alfred 就同大家一起请紧握扶手，成立有礼。
好心态，变得事稳，直落长道，养成定时出面的习惯，为长远有利何事？Thank you.
制，争取取消强积金对冲机制。咁当然，部分同劳资法院嘅劳工代表蔡耀堂话，今年就想以劳资金支持成立强积金，强积金接受对冲机制。反正如果你做咗唔好嘅投资嘅话，冇得投资嘅话，咁你就冇得投资。嗰个人立法局嘅时候，立法局又唔啱得嘅，点会变到咁？你一系唔一？我哋公會個角度嚟講咧，佢喺當時嚟講咧，全港100%上邊嘅時候，曾經抽咗幾票，承諾會逐步降低強積金對沖同金融資產嘅比例。我頭先俾大家睇咗2014年嗰個對沖嘅數字啦，面對呢啲數字，睇到個強積金嗰個退休嘅功能，的而且確因為早咗嘅人喺呢個上面咧。商界反對九七年新機制，咁認為會導致最新存款款作為今年承諾強積金的9個月，特首建議兑現承諾，解決強積金對沖問題，必須建設勞資雙方。Thank you.
各国美食、服装、游戏项目、竞赛。